我是来自辽宁省长治，叫王泽林。嗯，然后我是初中的时候，感觉就是我现在回想的时候，我感觉初中我最早杀过一条鱼，大约这么大，鲶鱼。嗯，鲶鱼。然后我以前愿意涮锅，就愿意涮鱼吃。这涮涮锅是呗？对对，涮锅。现在也涮锅，但是不涮鱼了。然后把那鱼买回家以后，自己我小时候就基本是我自己在家，然后自己不会弄这鱼，我也不会摔。嗯，拿那个磨刀那个棍子，就往那个脑袋上打，一打出一个洞。打出一洞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就那天那鱼我吃不下去了。嗯，然后后来过了可能我也记不清多长时间了，肚子开始有一点就像起鱼鳞似的东西，肚上起像鱼鳞似的东西。嗯，然后它一开始是一点一点一点的，然后后来变成鱼鳞了，然后一点点的时候去医院检查，人说是什么湿疹，然后开那药。嗯，然后回来总抹的不好用，那时候不觉得吃鱼吃的，不觉得杀鱼杀鱼杀，然后该吃鱼还吃鱼，然后后来就慢慢发展到就是身体就是全身，那时候是肚子还有胳膊两个腿都有，后背没有，然后就总抹药也不好使，我也没在意，反正它也不是特别难受，那时候少。嗯，然后后来就是慢慢上学快毕业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爱吃鱼了，就是基本毕业以后还爱吃鱼啊，就那我本来就鱼也没停过，然后那时候是吃的比较多，那时候就是我家那边有开一个就是叫小娃子的活鱼馆啊，就叫小娃子活鱼馆，他那个是就是挺那个一个水一个鱼塘的活鱼，然后去吃点的话可以自己挑的鱼。嗯，每次我一个人基本能吃两斤半的鱼，然后生吃一半，生吃片吃，然后生吃一半，然后涮吃一半。生吃也不吃呀？生吃蘸那个有那个辣干和醋，白醋放点白酒蘸着吃。他把那个生我让他生吃一半的时候，那厨师把那个鱼肉片成片，一片一片的。嗯，然后开始，然后吃，那时候基本上是两天一条，要么三天一条，反正不会超过三天，就必须一条两斤半的鱼。就我自己吃就必须吃两斤半的。他就有时候那时候特别爱吃黑鱼，黑鱼没了没办法就换鲤鱼，鲤鱼我也要生吃一半，熟吃一半。然后后来就出事儿了，然后后来是身子越来越严重了。后来我妈的一个同事给介绍一个，说他说什么，他以前什么就刚干过保健医，然后开一种药，他那药就弄得和我涮那鱼汤差不多。嗯，然后我就开始抹哪儿哪儿起水泡，就那个药抹过来哪儿起水泡，那时候已经发全身了，我就抹全身了，当时我不知道全身都抹完之后开始泡，全身不是就是他一开始是泡，后来就泡，你不泡呢它自己破，然后开始往下流水。嗯，那正好是冬天，然后用那个我爸就用暖气，那个小太阳，两个小太阳烤加打空调，那一冬天都没穿上衣服，就不能穿衣服，不能睡觉，只能坐着。如果实在是就这几天坐累，坐的大约有七天的时候太累了，就一个胳膊，就这个胳膊就是跟这儿豁出来一条胳膊就单着，然后那么睡一会儿，然后继续睡不了，然后后来是没办法了，然后那个我一个姨告诉我，说什么让我去什么拜佛呀什么的，那拜佛呀？啊，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宗教，但我迷信，看什么算命的，你以前信算命啊？总算命了。嗯，然后那什么，年轻人还老算命啊？我那个，然后后来我接触那姨，她就是总上庙里。就是、去寺院学习呗。对，总去寺院学习，然后他让我跟着他去，然后那个让我当司机。嗯，然后就跟他去了，去了之后认识不少师傅，就开始给我讲。嗯，说什么我什么业力大，不明白什么叫业力，恶业善业什么这些不明白，后来一点点讲我明白了，然后后来我觉得好像就是吃鱼这个鱼。嗯，实际上那时候长得和鱼就是整个身体和鱼鳞差不多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我把人家皮给扒了，然后涮了，让人家身体不舒服，可能是他也让我不舒服了。嗯，然后后来慢慢的开始，
就是在家里吧，我妈跟我地上的经，然后开始念经，然后念经，然后有时候拜拜，然后感觉身体越就是后期感觉身体没那么疼痛，但是就是身体一点点结痂，往下脱皮，嗯，脱皮也跟鱼鳞似的，是啊，脱皮也跟鱼鳞似的。现在有没有了？现在还有，不多了，现在就已经变得不是鱼鳞，又变回去刚开始有那小点儿，嗯，就是不是一片一片的鱼鳞了，就像一点一点小点儿，但我感觉应该是快下来，就是身体不以前没有那种感觉，没有以前。你是用药治好，调整好？没用药。就是用佛法化解的，我就是念地藏经，然后前过年那天我念一篇那个无量寿经，嗯，然后我妈让我一天念一篇经，就是在沈阳，我在沈阳嘛，就是年前在沈阳，过年回老家，在沈阳的时候天天念一遍地藏经，一遍阿弥陀经，然后我基本不吃药，这次感冒，流行感冒，大家那个我有个嫂子，现在年前就是说她那个感冒特别严重，这次流行感冒都上肺，嗯，然后我也没去吃药，也没打针，嗯，然后她现在还没好，我已经好，嗯，多体谅点，不可思议啊，嗯，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，我觉得就是我不是说反对科学，但我现在确实觉得就是科学所就是发明那些东西。反而就加速人的那个就结束生命进程了，嗯，有一种那种感觉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有利于人民的，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宗教就是一个挺大的科学，我觉得它那个就是一个道理挺深，它是越让人追求这个最根本，我不会说最根本啊，最根本的东西，然后让人明理，它就是，就是说，如果咱们不是做这个因，可能不会得这些果。现在人不计较这些，像那个宗教吧，跟科学也不相抵触。科学那个什么，还有以前就愿吃活的东西，就是不是鱼也好，就别的东西愿吃活，觉得新鲜。嗯。然后也就特别爱吃肉，不吃肉不行。然后现在虽然都没吃素，但是我就是基本吃。就是好几天的肉，三斤肉呗。啊，对，近三斤肉的那种。然后那个我也可以吃，就不吃，有吃就不吃，不那么想。但是倒没要求自己说，我现在想吃素，就是那啥，有时候也吃素吃见着我也馋肉。然后后来我想明白了，现在我想明白，觉得我今天在车上跟我妈，开车来跟我妈说，我说。我吃本来想来之前想吃串锅，还想吃串锅，还想吃串锅。后来饿得不行了，我妈给我两块蛋糕，说这吃蛋糕吃饱了也不想吃肉，也什么都不想吃。你想吃肉，你想吃肉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到那个众生有多痛苦。嗯，就拿他来跟自己对照一下，他也是身体，我也是身体，我吃了他的身体，他会怎么样呢？他会感受什么果报呢？嗯，还是非常痛苦的果报。这佛就告诉我们了，他身克我身，那个身体虽然不一样，心是一样的，那感受的痛啊、苦啊、乐呀、啊，都是一样一样的。嗯，所以我们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，给众生、给他们造成痛苦，他会不会报复我们？嗯，所以有很多人说学佛是迷信。嗯，你看这果报是迷信吗？那时候看那《核心行动危机》，那有一个图片，把宇宙就是把宇宙扩大，就是放一个图片里边，看地球跟沙子似的。对，为什么？就这么弄大宇宙，地球就和沙子一样。嗯，其实自己也没什么，而且我觉得也不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有很多事情虽然说咱们看不见，但不代表它不存在。只要你，因为咱们只生存在这么一大点的世界里，嗯，外面的世界太大了，咱们看不见。对，宇宙有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我们只知道只看到眼前那么点，不代表它不存在。要探索宇宙奥秘，了解人生真相，这就是佛教的科学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心，就是人身体有病，我感觉好像是自己的问题，而不是说什么。就是什么天意，感觉就是自己让自己得的。对，就是自己不觉造了善和恶的这个事业得的果报。对，我觉得就是那时候我在家，别人给我介绍这个实验，回家后期我就做一下，然后就是那个跟
跟类似于江本胜博士说的水槽答案差不多，他让做那个米饭放在盒里，然后贴那个好话坏话，然后我那天就写了一个爱啊好那些东西贴那个米饭上，然后再贴一个坏恶，又贴另外一个，然后就发现就是过了三个月的时候，十五天，他那两个米饭就不一样，颜色和气味都不一样。那米饭的气味就没有那么就是刺鼻，就是说可以咱们可以闻，就是说不排斥这个味儿，但是那个写着坏话呢，就是刺鼻，然后特别排斥，色儿也不行，色儿有点发绿，那个还是原来的颜色，就是有点发一点粉红，就感觉不一样，就感觉就现在就感觉外面的就是外面的环境，无论是人说话人做事都能影响到自己的身体，都能影响到自己的身体。我这么觉得，就像我来这边觉得比较轻松，我回到家里面和朋友什么在一起，我觉得心里面特别对大门不安，就发出的波不一样，你就感觉这个环境不一样，波不一样。其实他说的那种简单的病，你往家折腾的就简直都没法过了，就是那钱就让他给整的。四处求医。就是那钱花老了，就他吃那个汤药，包括上那个秀妍一个老中医，哈尔滨的，就从共产党员上，你说北京、沈阳、哈尔滨，就是哪儿都去了，皮肤科的，还有那个啥的，钱花老了，都让他花了。完就是沈阳的那个说原先是胡耀邦的那个保健医还是啥，一次就给您15000，就配那个药啥的，反正都没好。那前我因为我他爸在财政局，我在中国银行上班，都挺忙的，所以说根本就不管他。他天天也吃烤肉，就是说啥没有正常的过那个，就是说是那种人家孩子过那种日，他也没念下书，就是犯病以后那湿疹，一开始就当湿疹治了，完也那啥。后来我也是自己也好玩，就是总打麻将也不管孩子，完打他有病以后，后来也是逐渐的接触到这个。就是他也是通过上庙上了，完事儿也是他把我就说领进佛门、完我一下子就是我也是天天读经，自己也觉得啊这是因果，就是由于父母自己反正不那啥，就是遭这样孩子遭这么大的罪，自己也觉得很惭愧，所以说完我俩打那次夏天到这儿来一次，后来也到这儿来天天参加那个每初一十五都来参加三十信念，然后那个现在他的病这次现在是好多了，我一点就是原先就是心都揪，就是一看他那样儿，现在也好多了。我就是麻将也不玩了，我也吃素了。完事我就觉得，反正我家现在是越来越好，我也就有信心了。他爸想不想现在因果报应了？他爸爸哈，反正不反对，就是正能量的。不是他讲良心，他说的，他说他，他说他是唯物主义，唯物主义者。你是唯心主义呗？我不是唯心，我是讲事实。事实就是，事实哪来？没发生在我身上。我他有唯物也好，他没心也好，事实是哪来的？事实就是我心照的，是心照的，就是唯心，是心照的吗？心能照物，心能照一切。他爸现在不吃活东西了，但是他爸也有皮肤病，他爸那个这都好多年了，就是原先也是，就是他爸净吃活的，包括那个乌龟，那个鸽子。我对我爸皮肤挺。就是那个鸽子，就生个拉的，就把脑袋就能给人揪下来了，完就弄啥，他爸到现在都不好，就这地上秋黑的，反正就啥，因为我现在总念经给他回向，完也啥，他总说反正见好，但这地方始终都不好，特别痛苦。我就是说是他一喝点酒就回家就蹭，就那啥，反正各种药往家就是茶几哈，不放别的，全是放着抹的那些个药膏什么啥的，各种药都用完事儿。那个这他爸我就准备等多天，就是机缘成熟，我就想把他带到这儿上来。他现在就是因为我在家总放这个碟了，包括咱大悲咒寺那个众生附体的那碟啥的，因果报应的。我就是让他也看也啥，他现在不吃活东西了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进步。反正不排斥，不排斥。他
他不吃活东西了，但是呢还没好，就是那都黑的，就像咱说像那哎熊掌他也吃过，反正就那个他那个就是那个腿那地方就这么老厚，就正常就像熊掌似的。就流水，有一年过年就流水，也是穿不上袜子，完他那个衣服都就是那个球裤这样都绞开，就是都绞开，咱不能那么。而且我是那时候到哪查都是，到后来呢就感觉他跟变异了似的，变异了之后就完全和别人得的是不一样。他现在后背啥的，你看这地方那不还都是啥，真的好多。连天就流水，他就天天把那个就是那卫生纸纸巾啥的夹在耳的地方啊，接那个水，天天啊。现在他自己就说，你看我这一双死鱼眼，他就是说自己吃鱼变的。我小时候养鱼呀。眼睛长得可漂亮，我眼睛好像睁不开。我上初中时候还不那样子，就是初中之后就是特别。反正眼睛，我对你眼睛有问题，我还以为是你喝酒喝的呢。是喝酒，真现在最近眼睛有问题，也就喝五次。但是没办法，不是我小的初中时候。你就喜欢吃鱼呗？就喜欢吃，海鲜也喜欢吃。就这个也是特别喜欢。总吃，朝阳哪来那么多鱼？朝阳有养鱼的吗？咱们的饭店都有。太简单了吗？这都有。我不会有干海鲜店。是啊。我不会。而且特别爱生吃。他就喜欢生吃，就喜欢生吃。那你今天相信的，这是你仨吃鱼的果报，我仨鱼的果报。见的人都绝对是。我说你现在你就是。承认这个是事实，绝对承认这个，因为我吃药没有用了，我后来又觉得自己错了，然后那个有次道具师傅告诉我，说让我忏悔，我不明白，后来他告诉我了，把这些就因果吃人家鱼，然后让我感受人家鱼的感受，后来我觉得自己挺震撼的，我就开始忏悔，所以我也不让别人吃，我在的时候就是别人杀鱼肯定不让，今天这一桌里，无论我是大我还是小。我说话站不站三两，我也不让他们吃养活鱼。然后后来就身体有变化了，我觉得这个好用，比那个吃药好用多了。特别好用，特别好用啊！别的都不太好用。以前打针吃药，反正我自己挺受罪的。现在能让我看看你身上那个？现在骨头这块。额头有，为什么都没有？后背没有啊？耳朵，耳朵这块，耳朵还有啊？脸上是印儿，就是。人家别人的湿疹都一点一点，但我上医院检查，现在还是湿疹，不明白为什么。他们看就是湿疹，我是湿疹，人不应该是好像是脱皮吧？我是脱跟鱼鳞皮似的。现在这也有耳朵这块，但别人看就是湿疹。他睡过那床，早上起来你一手一蹭。跟果冒像人，我是觉得挺可怕的。现在吃鱼的特别多呀。我感觉现在都不能吃鱼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吃，我觉得。我不是不能吃，不是不能杀生害命。我觉得真的什么都不能吃。我还听说我姐夫，我有三姐，亲舅家的一个三姐吧，他爸就是跟。我那时候念地藏经，地藏菩萨说那个从什么不胜出者得那个金黄丧命报。他爸以前总杀牛，是杀牛吗？杀驴杀马，杀那些什么大王不胜出者啊，王不胜出者，然后金黄他爸就最后得神经病自杀了。哎，他家都是横死的。他因为他杀生了。他家杀鱼不是好，他家就是说，他家不但他爸杀，就是说是他啥，他大哥是电死的，出车祸死的，他那个两个得癌症死的，有个十多岁，一个三十多岁，完他爸他那个就这个杀驴这个喝药死的。他大儿子两个眼睛出生就是看不见。两那个就是。我侄女不是我侄女老公公杀生，我侄女怀着孕的时候，就是她那个她还杀驴呢，然后她生下来俩眼睛啥都看不着，我上回还把这孩子带来了，俩眼睛啥都看不着，然后
他家生老二，生怀孕的时候人家告诉我三姐不必相亲，我三姐就信了，然后读了。这老二现在自己现在几岁了？我正婚就是婚家弥陀佛，天天念的，我妈给了个念经，他天天拿念经。嗯嗯，这点不一样，挺怪的，跟别的孩子这么大说他听不懂，所以我就挺奇怪的。他就懂，就发生在他就懂了，那孩子懂。啊，那姐夫教育了吗？上了家，先上了家，在房间磕头去。嗯，那孩子。拿着念佛机，就他妈说话，要听着念佛机，他妈说话，他都拥他妈挠。嗯。不让说话。叫什么？但是老大怀孕，因为就他们家还傻鱼，完生下来就俩眼睛就看不到，双眼瞎。今年十二了，可好一个小小。完事儿，我那侄儿女婿就劈柴，一个那个劈柴就，他带着镜子，完就把这个眼睛崩了，现在就几乎没有视力。杀牛杀羊？杀马，杀驴，杀猪那就更小意思了。他家就是一直都杀生，就是两代，但是四五口子全横死了。电死的，车祸死的，两个癌症死的，一个喝药死的。跟你写的差不多，跟地上你的小一样啊。嗯。那杀成那个他得精神病死惨了啊，进口上面包。对。现在就是看那地藏经上讲的，我就其实是从我们家，包括亲戚讲那个，就是那个因果报应，我都能看明白，都知道是咋回事。嗯。嗯。所以你学经学佛法，就来对照我们三口意的行为，看到我们照着以后有没有果报。这也不是唯物，也不是唯心，它既唯心又唯物。你自己不照就没有这个物，就没有这个果报。说这不是迷信的，这也不是宗教，这就是教育，这是圆满的教育。你看你这个词儿，甚至吗？我侄子。然后那个他原先当兵后来在沈阳当兵转业以后，因为我在银行，完也就是反正没怎么太费劲，就给弄到我们行上班吧。平时还行，干活那就是可以说一个钉仨干的可快了，但是就是一喝点酒，有一次去年夏天就和我们单位同事的那个媳妇儿去存钱去叫号，人家那个号过了，他就非得让人重新叫号，因为排队的人也挺多。完那个也觉得我是自己行的家属，完也就是反正就骂他了。当时他们在屋里头，那是加班的时候，有个切水果刀子拿起来就要去出去就杀人家，就叫脑人家去，那是人们拉着，这是那个没给你脑上。完后来我就私自就给平息了，又请人家吃顿饭啥的，这就拉倒了。第二次就是和人家我爱人的那个同事，他老妈70多岁了，完事去存钱，反正也是倒是不怨他，但是呢也是人家说的不好听了，他也就跟人回，完就骂他了，然后人他儿子就不让了，就是我丈夫的同事，完就又啥又要打人家又要啥的，这是这么又一次又给平息了。这前一段时间就在去年冬天前吧，完事和那个他们主任也是，他喝点酒，他是休息，完事他们那个主任就问他点啥事儿，完他就不耐烦了，完就给人打起来打那个，完事后来就也就不上班了，完也就啥了，谁一发起喝起酒了，完事完一发起这个病了，他谁也阻止不了，他自己也那啥，就把门一关，你这啥也不行，最后你自己也不干了，就自己就把工作反正也辞了，觉得也就不行了，一次一次反正那罚也那啥就不干了。这前两天这喝酒，有时喝酒有时不喝酒，反正脾气也暴躁，自己也不就睡不着觉，那把那捧着又给打了，完事就是那啥，你自己说的你是咋傻舌还是咋回事，给家人机会啊。就是小时候朋友抓着小舌咱给打死了，然后就是我俩太没底了，然后第一次杀，然后我俩就说他说那胆能吃我，但我不知道，我说你吃吧，然后就帮着把人胆给抠出来。你帮着把蛇胆抠出来了？是他抠，然后我就帮忙了，去你就干啥都忘了。帮忙了呗。嗯。他吃了？他吃了。
他怎么样？现在他有病，然后吐了，治不了，哪儿治也治不了。就你吃吃奶给抽风，说什么抽？说，完事也治不了。像你那个啥，他们家因为都是农村的，我们那光上他都信天主教，没有人信佛法，所以说我去说也没有用，他也不信。那个也没好。没好。你就老喝酒来了，大人。脾气暴躁。脾气暴躁发火呗。嗯。发火就着。嗯。嗯。俺自己也睡不着觉，你晚睡不着觉，你把蛇撒死了给打抠出来了，你等睡觉。你还说得不睡觉就动了是吗？那有时睡觉经常做噩梦，睡觉时出冷汗，一身就现在一天。嗯，那你喝酒的时候，在你没喝酒之前，是你就你想酒啊，还是说你无意识的就控制不了自己去喝酒？吃饭就喝酒，朋友在一起就喝酒，这就不是喝完就喝多了，控制不了自己了。嗯。当你打开的时候，你怎么想的？是你自己意识还是失控的？他跟我说，他脑子一憋出来，第二天就后悔了。脑子当时已经，我们就感觉他已经不存在了，失去记忆了。然后第二天又回想起来。他说这回真的差点打死了，包都他是人家那个指挥中心看监控看见了，报的警。他哪打的？警察。马路上。他马路打的呀。嗯。然后正好那个他那是四周都在以前我们那是转盘，现在变成那个。没把转盘移走了，就转盘。然后他那是四个都摄像头，指挥中心看见了，出去捡。但是看不了，我给打死了。那就不少。你这太狠了，你。不知道是哪个。嗯。带的包也都给整丢了，咱也都打丢了。嗯。咱也没啥了，都好几次了，不是这一次了。一共打几次了？打上。记不住了。嗯。打你几次了？四五次。他不是每次喝醉了打。不喝醉也打呀？那为啥呀？生气，一生气脑子就空白。你看谁生气不都气得哆嗦完就不知道想什么了吗？嗯。他就是生气，生气完，那每个人有理，一生气完，他想啊，这是这个人，我不能碰，这是我亲人。嗯。他可能一生气我吧，我就不知道你是谁了。嗯。就那样的。天，不认人一下。这么恐怖。他妈都气得昨天晕倒了，因为都是农村的，家里头也挺那个啥的。完他爸气的，他妈他爸都挺老实的，气的反正也说不上来啥。他爸本来就想打他，后来我儿子拉他就没打他。能打动这么大呀？那搁哪打的？找同学找着。那得叫他呀，怎么办？因为农村的他也不会叫我，那个啥。他一时空啥也就不知道了，一片空白，他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，大伙都不想管他，但也觉得挺可怜的。完事你说不管他，后来我一寻思，我就知道这不是说是他自己想怎么地，我就明白这是因果，这是他的业障。完就纵着他自己本身还不信，完不信有报应，杀生还没有果报。不信这人事实，酒不是想喝。我以前跟他说过，然后他跟你跟他说，他就造口业，后来有关系。那就放呗。啊，我看他就对他不好，我就不跟他说。你是亲身经历的，他现在正在受报呢。你跟他受报了，跟他说还不相信，这人你都多贱吗？经常跟你讲刚才的话。他就是现在好像刚出完事儿，之后后悔冷静了。昨天上我家看一会儿，咱们这个。那个因果报的司机啊，然后开一晚上，然后今天来，就你要早看呢，就不会出现这问题的。大家都不相信，所以说我们把它，那天你像你杀生那果报的事录下来，都说这找的演员吧，反正不来我在我家那个也还行，认识我人也不少，就可以打。
他们很多人都说你找人排队，你自己计划好了。我东西可以真的去打。因为就是我家，就是我们通过我家自己，就是说是他孩子这个病，这什么，所以说我是，就是说是深信不疑，所以说我就跟他们讲，不用说外人，就我家人都说我神叨。他就因为你，因为你有病不上医院看，这是佛法上的化解了，因果报应了。胡说八道啊。就在这之前我也不信，我也不啥，我该玩的玩，该啥啥。我现在是孩子这个事我是彻底相信。我天天打去，天天打。你妈呀，啊，一玩玩一天。你妈，你看你妈这样，然后上人家护你，上学的时候人家都中考，人家问我妈学，我妈打麻将，人问我妈那个你儿子考的也怎么能怎么样？我妈说不出意外应该考不上。打麻将是怎么说？不出意外就能考上？不出意外就考不上？不出意外也考不上，出意外也没考上。完了，你疯狂了吗？啊，我现在不那啥了，每天就过年，没念佛，没空。现在念经，完事那个吃素，不玩了。我感觉我家也越来越好。这不是转变的，方法就是让你转变的，方法不是迷信，让你转变你的想法、说法、做法、看法，转变过来，把错的转变过来就正确，正确相应了，相应就得福了呗，相应得清净得自在了，这哪是迷信呢？所以说，有的人说，现在干嘛啥用啊？能顶吃饭呢？对，顶吃饭，还得睡觉呢，让你睡着觉，让你吃饭呢，吃的不对劲儿，吃完就有罪。你看这吃的吧，吃身上长鱼鳞了。吃鱼长鱼鳞，那杀蛇的长蛇鳞，太可怕了。那杀狐狸吃狐狸心就变成狐狸了，杀狗的就嗷嗷的狗像狗一样，太惨了。所以你今天来这儿了，你先相信果报了。行。但是我劝你搁这做法会，搁这学习一段时间，当你杀那些众生都能明理，让他们都能解脱，你就跟他俩化解这个渊源了，也就好了。你不要不相信的，你佛说的话，佛是圣人，他的智慧是圆满的，我们是凡人，不明白事理，就不明白我们做这个事儿会有果报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变成凡夫了。圣人是知道这个因还知道果，啊，他知因知果，然后他才知道那个能够转变。我们就是不知道因，不知道因就知道果，果可怕。等果形成的时候，这转变就难了。你现在还有点福报，跟你姑吧，你姑还能给你带到寺院里面来听经听经文法，你还有一线希望。如果你姑要不学佛的话，那你不知道就要喝多少酒，要打多少次仗，这是打女朋友了，打别人你不得受法律责任制裁啊？违法了，侵犯他人权利，伤害他人身体就有罪。你看，你伤害他，你伤害你爱人的都有罪，何况你伤害人家，给人杀死吃肉了，有没有罪？你衡量一下，人罪多大呀？对不对？就这样吧。谢谢你啊！希望能看到这个你这个失利的同学们啊，还有不管你是相信不相信的，一定要断恶求善，戒杀荒生。就凭莲花
朝夕相处，世事常心菩萨道。